双扣头，好，双扣头让你呢整个外层没有任何的扣子哦，整个呢是超级修身显瘦，腰的部分呢都还有空间。那因为我有分尺寸，所以你们正常带尺寸就好。这边有两个很大的口袋，修饰干嘛？我们东方女生的梨形身材跟假胯宽，即便是白宽裤都可以把腰包收起来。它的料子比较挺料，可爱腰是软的。下摆呢，我们还做这种比较宽版式的休闲风格，161公分，它其实在我的鞋子一半而已，所以小资你不用说啊，这种落地裤我好想要，可是我不敢买，我怕到时候会长得怎么样，这件真的不会有这个状况。然后屁股的话微翘臀，是因为我们后背是做中高腰嘛，所以整个完全你可以舒舒服服，不用踩跟鞋就可以很显瘦了。